There's a little story of a night your stars aligned. It seems a little tired. Maybe it was just a dream. First time I saw into your eyes, your eyes, your eyes. It seized me like a dream I never dreamed before.Hello， 我是你们最爱的摄影博主季老师，好像很久没给你们出调色教程了。前几天发了一组日常照片，好像呼声还挺高的，大家都想让我出这组的调色教程。这次调色还是用到了 VSCO 这个软件，暂且给这组调色教程称之为北欧色调吧。这次用到了 A6 这个滤镜，然后再调具体的参数，先减一点对比度，因为是北欧风嘛，所以饱和度稍微降一点，降低饱和度会有一种安静的感觉，然后再加一点阴影，这样像头发这种暗部细节就可以出来了。这个照片要有一点灰灰的感觉，所以在褪色的这个选项当中加一点。好啦，北欧色调就这么调好了，我们再试一下别的照片吧。还是按照刚刚的步骤一步一步来，先选 A6 滤镜，然后减对比，减一点饱和度，加一点阴影，再加一点褪色，搞定了，对比看一下。然后把在房间里拍的所有照片都统一成这个色调，做一个漂亮的九宫格给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北欧色调看上去特别舒服呀？好啦，这期就到这儿啦，期待我下一期视频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